又到 LA 去取卵。嗯，当时医生问他说有人能帮你打吗，他说有，嗯，然后想到的是我。嗯，他说我朋友特别镇静，可以帮我打。我说我是表面镇静，我心里很不镇静。然后我说我根本我连看都不敢看，然后另外朋友帮他打。嗯，我就负责递棉花。然后那朋友打针特别逗，他因为他也不会打，他特别使劲儿，他就扎针会有声儿，他就嘿。然后我们所有人就他那声音很大，然后我就特别紧张，然后说该拔了该拔了，他就说给我递棉花片，我递给他，他拔有声哼，就特别吓人。啊，每次那其实很简单的事儿，我也很怕，但第一次打完了以后就觉得只有微微针扎的感觉，都不觉得疼。没有，他要把肚子的肉给抓住。对，然后我说糟糕，肉像我这么瘦的还没法抓抓皮，然后就要抓着然后打。但我觉得还是那过程，因为我一直陪他，差不多打了有10天吧。还做出他取了多少？取了十几个还是多少？那不错，那挺好。因为他比较年轻，他是82年的。他有一次自己打，因为他必须要在下午5点钟之前打。嗯，然后我们路过一个蛋糕店 Lady M， 我说我要去买蛋糕，那时间就过了，我不知道必须要5点钟打。然后他在车上等我们不回来，就自己给自己打了一针。我们说你在美国街头在车里面自己打针，没警察看见怎么办？说不清楚了。我觉得那个过程让我对女性，我会觉得这事儿，我说我做不了，太痛苦了。没有吧，一点我都不觉得，我都自己打，我真的不觉得那有什么。而且我是最忌医会药的一个人，特别不爱去医院，特别。但我一点都不觉得那有什么难的，就第一天的时候是觉得这我怎么可能能自己打一针，后来我就觉得自己打是最好，比别人打好，因为别人打你不知道他哪什么时刻那针进来，自己打其实就有都有准备嘛，自己每天这样。对啊，要别人打我还不干呢。后来我觉得这事儿，我说他们老让我去，我说我不行，如果像抽血一样去了就抽了，我说我肯定就行。你想那过程挺漫长的，然后我还碰到过有女性，她因为那可能年纪比较大了，她其实后来也取了，但是质量就不好。是吗？但人反应特别大，人变得很胖。那我还好，哎，没有，我没觉得。你觉得特别平常？我觉得特别平常，而且我的朋友去，她取了30多个，也觉得很平常。她35岁吧，然后也跟我说太好了，多亏你告诉我这事儿，如果还要再去，她说存30多个她还想去。为什么还要再去呢？因为我第一次去那个医院的时候，那医生就跟我说，我说有的人做了3次还想做，说是这事儿上瘾，我当时完全不能理解。然后我自己做完，我觉得有可能，因为过程很简单。那为什么不是，那不都取完了，为什么还要再去取呢？就多留一点呗，因为它本身是有一个淘汰率的嘛，将来就配成那个胚胎的时候，和从胚胎又变成小孩的时候，它还是有一个淘汰率，所以严格上来说，你存的越多，成功率越高嘛。而且有的人就是想要，现在不着急，因为我已经存了一些了嘛，等我可能再过几年再看吧，我也没想好呢。所以我们共同的感觉就是。这事儿太省事儿了，没有干嘛，然后就能留下那么宝贵的东西，那为什么不多做2次呢？那我可能有点晚了。不晚。没有，但是因为我对于做妈妈这事儿，我本身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我。我也这么觉得，但是你不觉得万一有一天会，万一后悔怎么办？万一。那只能到时候再说，人生就是这样的。这点我觉得我比较绝吧，我会觉得我不能够承担养育孩子这个责任，还有我老觉得我的母性没有那么的强。然后好多人说，哎呀你放心吧，说都是这样的，但只要你有孩子以后就不一样了。我也确实碰到过这种实例。我有一个中学同学，他就是不喜欢小孩，到什么程度，他都生完了2月他还不喜欢呢，然后到3个月开始，他小孩突然能跟他交流的时候，他就这人完全疯了。现在我这个同学，她跟她老公放弃了中国所有的事业，跟孩子到美国读小学去了。哇，你知道这个转变？她说生完孩子1个多月2个月，她说我都觉得这什么玩意儿，这长这么难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她真的心里是这么想的。其实我是有点相信的，但我只是不确定我是不是这样。那如果你男朋友现在说咱们要个孩子吧，你会怎么说？我说我考虑考虑。但内心不会说完全抗拒这件事情。我其实是有点抗拒，但是也不好意思说抗拒。就是不，我觉得现在也不现实嘛，就我还在工作，我怎么可能要一小孩，谁管他呀。那你
这样的状态，你说不工作你可以不工作啊，你之前两年我不工作我还要玩呢，我还没玩够呢，我正儿八经人生才玩了两年，那哪行啊，我还得再多玩几年。反正因为小孩存在那儿，我其实心里特别踏实。小孩存在那儿，不是小孩存在那儿。可是我男朋友他爸爸确实说过那样的话，说说蕾蕾啊，你看你把我孙子冻在冰箱里，他多冷啊。真的吗？我听完我都说的也有道理吧。对，但是我有了这个背手在这儿，我根本不需要想这件事儿。如果我没有这个，我可能会想说，哎呀，万一以后不能生了怎么办呀，万一什么什么怎么办，可能还为这些事儿纠结。现在无非就是我做一个决定的问题，是哪天要还是要不要的问题。不存在跟我的什么生理期还是没有什么关系，年纪有什么关系都没有了。无非就是不能在60多岁的时候要，因为我养不到成年，我可能就那也不就对那也不，现在的人的寿命都很长。不不，他是说他有一个年龄限制，就65岁以后，因为平均寿命，比如说人是80岁吧，如果65岁才生，你80岁平均寿命，小孩才15岁，那未成年等于你履行不了你做父母的到养育孩子到18岁的责任。他有这个法律，是你不可以在那个时间之后还想要。那我还时间长着呢，还好多年去想这件事儿。